结果如果弄清楚的话，再来第二条，你要问自己，你为何来到这里，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？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有他的任务要去完成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他虽然将来要继承王位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出家了脱生死，创立了佛教，今天才有佛教传流下来。这2000多年来，佛教有多少的大德善知识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的福德庇佑了后面多少的大菩萨，以及很多无量的众生呢，了脱生死，不再受轮回之苦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初创立佛教的因缘。我们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很清楚的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来的目的是什么。有很多人呢，想借助的算命呢，来了解自己的生命，了解自己的目的。有很多人呢，一生呢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他的生命的价值观念在哪里，所以呢迷失了方向。而佛教告诉我们的，当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呢，你开始修行以后呢，你就会了解你真正的生命呢是哪里的起源。我们人的生命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不只为了生活而已，真正的目的呢是要了脱生死，这是佛教所讲的最高原则。希望所有的众生呢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光阴呢，能够了脱生死，跟整个宇宙完成融合。在于佛教所讲的宇宙呢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心量，以及无量无边的银河系，都在我们的自信里面所产生出来的。佛教所讲的，我们了解生命的意义了以后，自然我们跟整个瓦界是同体同量的，自然你的心量就广大无量无边。我们修行目的是要了解佛法它所蕴含的心量是如何打开来的。我们以凡夫来讲，国父所讲的天下为公，这心量在凡夫来讲是多么的广大。而我们学佛最重要的，要以天下的众生为自体，以众生为自己的心量，如此把自己的心量打开来的以后，你的生命才会站在众生的立场，而不是生命只为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，在这个宇宙里面是一个同体的，我们认为是一个个体的，实际上当你修行了以后，你会了解我们的生命是同体同量的，跟任何人都是同体的，包括我们跟释迦牟尼佛，包括诸佛菩萨，以及所有的众生，我们的法身是同体同量的。释迦牟尼佛曾经告诉我们，
众生皆有佛性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性，就是我们跟整个法界的众生的佛性是平等性的，而没有差别。包括一个动物、一个植物、一只蚂蚁、一个草，都是跟我们的佛性都是平等的。如此才能够把我们的心量打开来。一个人如果心量能够打开来，跟整个法界同体，甚至呢跟国父一样天下为公，那你的心量、你的德度是多么的广大。就像佛菩萨所讲的，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。这个同体大悲就是你跟整个众生是一个同体的，没有差别的。无言大慈就是不管跟你是否有缘，无缘都是跟你佛性同体同量的。所以当我们修到某一种程度了以后，有一些人有体感，甚至呢有六神通慢慢就会出来。这个六神通呢，其实跟整个法界的同体得度呢有很大的关系在，它没有差别的。所以最主要什么样的因缘让你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也就是你是发愿来到这个世间帮助众生的、利益众生的。不管你今天是一个企业家也好，甚至呢你是一个宗教家，你是一个政治家，或是哲学家，你所带的任务呢，是跟整个宇宙、整个人类都是息息相关的。一个哲学家，他最主要是在研究人的哲学。那他研究人的哲学呢，目的是帮助人类在以智慧这一方面、哲学这一方面呢打开来，去了解人性。宗教家是要救度人类的心灵，甚至于肉体。心灵跟肉体是没有办法分的。以我们佛圣中来讲，物质、精神是同体同量的，它没有办法分的。我们修行也需要物质，也需要精神。精神与物质它是同时存在，才有办法把我们的心灵提升上来。如此呢，这个因缘就是蛮殊胜的。也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来到人世间，因缘都是同时存在。无论你是从事哪一种行业，你跟整个这个世间的因缘呢，是脱离不开的。每一个人都是跟整个社会、国家是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。再来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使命，所以来到这个世间。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每一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呢，各有所不同，不能小看自己。一个人最重要的，不能迷失的方向。如果你很清楚的了解你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，那你对整个生命的层次会提升，甚至于对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，你的贡献就有所不同。那个意义就是真正的你来到这个世间的真正的因缘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
都是本性善良的。由于社会的污染，所以让人心产生种种的贪嗔痴的心出来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善良的心发挥出来，那自己修行呢，或是做人处事呢，就会得到上天的扶持以及上天的保佑。慈悲心如果没有慈悲心了，就会执着在个人的利益上面，就像现代的社会一样，到处都呈现的贪嗔痴的心，甚至呢执着的心，只有自己的是对的，别人都完全错误的。那么在这个人世间，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条件，客观的这个个人呢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都没有一个利益的观念。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社会，就像对于我们的生命，是同样的，是一个互相息息相关的，互相是生命，是在一起的。你的生命跟整个社会是息息相关的，而会走向偏颇的路，由于是整个利益的诱惑，所以让你的心产生了种种的偏颇，对于所有的众生以及你自己的心呢，产生种种的嗔心。所以呢，嗔心就是火烧功德林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慈悲心，那嗔心就会起来。这个慈悲心呢，就是社会上所讲的爱心。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们的爱心呢，扩大到整个社会上面，这样子你对整个社会才会产生了一个责任感。我们的生命是同体的，甚至于一个学佛的人，对于整个社会，对于整个人类，甚至于呢所有的有形众生也好，无形众生也好，甚至于呢植物矿物，都要用爱心来对待。如此呢，你才会觉得你的生命过得真正有意义。前一阵子呢，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则这个短片，它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你要养颜美容，甚至于你身体要健康，就是要有爱心。有爱心了以后，会让你的人感觉很快乐，自然你就会年轻。你感觉到有爱心，你会对整个社会就会感觉欢喜，甚至于感恩的心。这个爱心呢，是让我们每一个生命呢是一个源头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，没有慈悲心的话，过度的执着在个人的利益上面的话，那你会过得很不快乐，不自在，甚至于呢上天也不会保佑你。这个就是一个爱心呢，龙天护法，甚至于呢诸佛菩萨都会护佑你，让你呢生命的能量，也就是生命的正能量呢，扩散到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。那这个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的正能量一旦起来了以后，所有的百姓呢，所有的众生呢，自然会过得很快乐，甚至于的这些天灾人祸会减少。修行的人认为，来到人世间
就是要有愿力。没有修行的人认为来到人世间是来做一些比如赚钱做大事业，甚至有的人想要做一些慈善的事业。一个人的愿力呢，他本来一生就记住的。那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愿力我们的心量打开来呢？也就是你这一辈子来的目的是在哪里？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愿力要如何把它达成。修行的人呢，如果修行都以名利为主，以贪心为主的话，修行绝对不会成功的。就像我们僧团去到九华山跟普陀山，那拜庙的人非常的多，尤其呢我们整个团体经过了九华山的时候呢，地藏王菩萨就告诉我们，众生都是有所求的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太少了，都是在求个人的贪嗔痴的心要如何解决。尤其呢贪念的心呢非常的重，每一个人都想要赚钱，每一个人都在求五指登科，这样子佛法等于就是偏离掉了。真正的佛法是告诉我们，你会要放下一切的贪嗔痴。真正的佛法是要你了脱生死，而不是在人世间有所追求。这个追求是真正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有所贡献的，这个求才是真正的求，这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。修行呢不一定离开红尘，而是在红尘里面觉悟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呢的源头来自于社会，来自于我们的父母，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忘记了社会，忘记了父母的恩德，以及教育我们的师长，以及所有给我们福报的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。我们要把佛恩、父母恩还有众生恩都要报，这样子你在人世间你才会过得快乐自在。由于你懂得感恩，你才会懂得你生命的来源，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你才不会偏离到另外一个思想里面去。所以真正的佛法呢，是告诉我们正知、正见、正思维的。我们不能让这些偏离的思想把我们的心灵给占据了，不能让社会的一些观感、不好的观感带着走。尤其很多的这个社会对于宗教的观感以及修行的观感呢，都有所偏离掉了。真正的一个修行的人，真正的一个发菩提心的人，他会了解他的命是来自于佛方，他更会用自己的生命呢去报答所有的他来的源头，也就是懂得去感恩所有法界给我们的一切。这就是说你要了解你来自于
何方？你要弃之以何方？何处？你要懂得来自于何方，弃诸于何处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会了解生命来到这个世间的意义是什么。